我关心到民雄乡的消息，民雄五谷王庙贡献庙产土地和中正大厦来建校，校方颁发到新农大地荣誉名誉博士，为感谢这份兴学的诚心。国立中观想要致敬庙方，成为最小的本啊，希望朴素心必有嘉义县发展顺利。全台第一位有朴素学位新农大地新尊，都位在民雄五谷王庙，因为庙方关心庙产土地和中正大厦顺利在嘉义县诞生。为此，也在中正大学前校长吴志扬的任内颁发荣誉名誉博士和新农大地。上午，管理中法官、民雄乡长何家贤等人做会祭拜，并由管理中法官致敬身为祭民的笨仔。洪秀川五谷王庙吼，捐出土地60公顷吼，和中正大学，所以才决定吼，国立中正大学吼，来伫咱的民雄。啊，咱的好收村吼，啊，这个闽南五谷王庙吼，啊，这奉祀这个神农大帝吼，因为咱都是以农立国吼，啊，所以吼需要五谷丰收啦吼，治百病啦，啊，这个新民实在是足灵感的吼，啊，所以伫清朝开始就起这个庙吼，啊，伫同治期间吼，叫查来把咱这规庄烧去呢，所以阵啊叫做火烧庄呢，但是咱即马甲更正叫做好收吼。哎，嘛愈烧愈旺吼，所以好收啦吼，好收庄，庄吼很有意义的吼。啊，中正大学为了要回报吼，咱的神农大帝五谷王庙吼，特别做这个名誉荣誉博士服吼，和咱的神农大帝吼，这是咱即马全国唯一的吼神明吼。有名誉博士服的哈，教育部认可的哈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哈。需要中观也致敬保境游民的笨仔河北省太平沈文江，并强调沈文江是地方信仰的力量，大家遵循着神明的精神为地方服务兴盛，希望宗教文化会当持续不断温暖人心，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。细心考察，从嘉义县采访报道。